诸法和尚，诸位法师，诸位同学，大家请坐。7天的法会，今天圆满。功德圆满，在这个半年，我们第三次学习大经科注，也就是黄念祖老居士的注解。那么第三遍，半年过去了，我们学到第24品，十方称赞。十方一切国土，诸佛如来都赞叹阿弥陀佛不可思议的功德。阿弥陀佛的功德究竟是什么？我们净宗的弟子不能不知道。所以我读这篇经文感触很深。那么看到我们现在的地球上的社会动乱，跟极乐世界相比，极乐世界实在太好了，好到什么程度无法形容，也没有言语能够说得出来。他为什么这么好？《弥陀经》上有一句话说：“从事西方，过10万亿佛土，由世界名曰极乐，其头有佛，号阿弥陀，今现在说法。”我们要特别注意这5个字。极乐世界之所以美好，就是这个原因。阿弥陀佛成佛以来实现了，讲经说法从来没有一天间断。讲什么经呢？什么都讲，一步都不会缺乏的。因为十方世界的念佛人生到极乐世界，他想听什么经，佛就给他讲什么经。十方世界每一天去往生的人数没法子计算，太多太多了。所以佛有这个能力到西方极乐世界，就好像我们在阿弥陀佛的身边，阿弥陀佛单独教我，每个人都有这种感触。佛以一应而说法，众生随类过得解。每个人想学的经典呢，你听到的时候，佛就是跟你讲这部经典，一直讲到你大彻大悟、明心见性、成佛了为止。换一句话说，我们生到极乐世界，花开见佛，
当然，我们第一个目标就是到佛的讲堂，阿弥陀佛的大讲堂，进去干什么？听经闻法。生到极乐世界，我们这个身体跟现在身体不一样的，现在是血肉之躯，是物质的身体，极乐世界不是的，极乐世界是法性身，居住的环境是法性土，法性身跟我们差别在哪里？最大的差别，那个身是不生不灭的，所以叫它做无量寿。第二个呢，那个身体清净，没有一丝毫污染，我们这个身心严重污染，极乐世界没有。第三个，那个身体不要饮食，你看我们每一天为饮食多少麻烦，多少烦恼，极乐世界不需要饮食，不需要睡眠，好啊，真精进的。进入讲堂啊，就真精进，到你离开讲堂的，恭喜你，你成佛了。为什么呢？没有成佛不离开讲堂，所以进去讲堂反复去学习，离开讲堂就成佛了。四十八愿，第十二愿，定成正觉。到极乐世界没有一个不成佛，成什么样子的佛？跟阿弥陀佛完全相同，一模一样，长的样子也一样。不施三十二相八十种好，三十二相八十种好啊，是三千年前印度人认为人间的福相、富贵相。三十二相八十种好。佛在观经上告诉我们，阿弥陀佛的报身，身有八万四千相，每一个相有八万四千好，每一个好放八万四千光明，每一道光明都有佛菩萨在讲经教学说法度众生。那么这就是极乐世界的标准的身相。凡是往生到极乐世界的，即使同居土下下品往生，也没有例外的，跟阿弥陀佛相貌完全相同的，这怎能不去呢？十方诸佛赞叹，赞叹什么？就赞叹这个。这就是阿弥陀佛不可思议的功德。那么十三愿，光明无量。第十五愿，寿命无量。这个两愿，就是世尊在阿弥陀佛经里面呢告诉我们。阿弥陀是什么意思？世尊为我们解释，阿弥陀是无量光无量寿。无量光是智慧，无量寿是福报。到极乐世界，你的智慧圆满了，真的无所不知，无所不能，你的寿命不生不灭，决定没有灭的那一天，一直到你成佛，
没有成佛之前是有量的无量啊，经上常讲三大二生七劫，你在极乐世界需不需要三大二生七劫才成佛呢？不需要。在十方诸佛世界需要，没有这么长的时间你成不了佛。可是在极乐世界不一样，为什么？极乐世界阿弥陀佛天天给你讲经，从来没有中断啊！我们中国古人告诉我们学习的秘诀有两句话，这两句话很多人都知道，可惜没做到。如果你要做到了，你是了不起的，不是凡夫，你是圣人啊！第一句话就告诉我们，一门深入，常时熏修，到极乐世界真做到了啊！我们学的是一门，是长时间不改变的啊！我们学什么呢？爱学什么就学什么啊！那你们要问我，哎，净空法师，你喜欢学什么？我告诉大家，我喜欢无量寿经。啊，我选择的就是夏莲居老居士的汇集文，我就学这一样，到极乐世界也学这一样。阿弥陀佛天天给我讲啊，一定讲到我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啊。需要多少时间呢？我相信不长，快速啊。老祖宗第二句话告诉我们，度书千遍呢，其义自见啊。所以学佛的人给你说真话，说老实话啊，这一部经念到底，一句佛号念到底，其他的统统放下啊，不要再打闲岔了啊，不要再搞妄念妄想妄念了啊。经就是这一部无量寿经啊，夏莲居老居士汇集本啊，念啊，念多少遍早年间，这差不多十几二十年前了，东北刘素云居士，他不是念，他是听啊，听我讲这部经啊。我在讲演黄老居士的注解之前，这部经我讲过十遍啊，在美国，在加拿大啊，在台湾，在东南亚，一共讲过十遍。刘素云居士拿到的这个版本是我在台湾讲的，好像是第三遍啊，只有一百多个小时啊，我记得好像是170多个小时，这部经从头到尾讲完的。那么他就得到这一部的录音带啊，那个时候没有光碟，录音带，每一天呢听一卷，一卷就一个小时，这一个小时听十遍就是10个小时啊。听经啊，一天听10个小时，记住10个小时啊，他重复听一个小时的听十遍，这一部听完了从头再听，还是这个老办法，他听了10年啊。除听经之外他就念佛，那个时候他得了个重病，红斑狼疮，他就这样好了，自然好了啊。他也没有想去治这个病啊，医院医生告诉他这病很严重
啊，是老老实实告诉他，你随时都有死亡的可能。啊，不像癌症，还可以能活几个月，这个随时会送命的。啊，他也不管。啊，把这桩事情忘掉了，天天听经，天天念佛。啊，大概念了两三个月，没事了，再去检查，病好了，完全好了，红斑狼疮好了，连疤痕都没有。啊，医院说这是奇迹，问他用些什么，有没有用什么药偏方啊来治，他说没有，我就是念阿弥陀佛。啊，他说你要问我怎么好的，怎么会没有疤，你去问阿弥陀佛。我不知道。啊，我们老祖宗两句话他都用上了。啊，读书千遍其义自见，所以懂不懂没关系，一直念下去，念到开悟了就全明白了。啊，念久了他就得定。啊，为什么呢？那心里妄念没有了，就得定，定久了啊，就开悟了。不是大彻大悟啊，他也是大悟。啊，怎么知道他大悟？现在很多人请他讲经，他都没学过的。啊，拿到经本看看古人注解，他就能讲，讲得挺好。啊，那么这就是至少啊。大悟啊，不是彻悟啊，叫大悟啊。啊，一些跟我们这个相关的经论，像黄老居士这个注解里头引用的就83种。啊，那么这83种经论，我相信他步步都能讲得很好。啊，所以老祖宗这两句话不得了啊！啊，一门深入，常识熏修，读书千遍，其义自见。啊，不需要听人讲的，自然就开悟，就明白了。为什么？世尊说法，诸佛说法，都是从自信真心里面流露出来的。你明心见性就是真心现前啊，你的我们自己真心现前跟诸佛跟世尊真心是一个心，那么佛心里流出来的哪有不明白的道理呢？那当然明了啊，啊，这还能怀疑吗？啊，问题就怕你不开悟啊，开悟就明白了。啊，所以光明是智慧呀，智慧无量，福德无量啊。第17愿，诸佛称赞。我们现在学到第24品，十方佛赞，就是这一愿的成就。啊，阿弥陀佛48愿，没有一愿是空愿，空过的。啊，第18尤其不得了，生念必生。啊，愿闻说我作佛事，十方众生闻我名号，至心信要，所有善根心心回向，愿生我国，乃至生念，若不生者不取证据。啊，这一愿成就了，圆满了。那么换一句话是，念佛往生不难，只要真心真愿意去，佛号不要间断。啊，虽然讲乃至生念，这是说什么人呢？一生没有遇到过佛法，没有遇到过净宗，临终的时候还没有断气，这个时候才听到佛法，劝他念阿弥陀佛，他真相信，
他真愿意去，他就真念念是身，他就往生了，一点都不假啊。这是说说这个法门是易行道啊，它不难啊，人人有份的，问题就是你肯不肯相信啊。你要肯相信绝对没问题啊。但是这一边后头有两句话说，唯除无逆呀，回谤正法啊。那么这个现在造业的人很多啊，忤逆只要造一种，就是无间地狱啊。忤逆第一个杀父亲，第二个杀母亲啊，第一个是杀母亲，这最重的啊，杀母亲；第二个杀父亲；第三个杀阿罗汉啊，阿罗汉就是老师啊。第三、第四个出佛身学，第五个破惑惑身啊。前面杀父、杀母、杀阿罗汉都不太容易啊，但是最后的两个现在犯的人很多啊。触佛身学，佛不在世，恶意破坏佛像，毁灭了佛经，这个都等于破佛身学啊。这个罪是地狱罪啊。再就是毁谤佛法啊，批评佛法。那么这个一条，古大德了说法不一样。善导大师以前，历代祖师说法，都顺着佛经的意思。这个五种人，回谤正法的这六种人，念佛也不能往生。啊，不通忏悔，这罪太重了。善导大师跟我们说，阿弥陀佛的愿力太大了。啊，无逆回谤正法的人，不是不能往生，是因为这个罪太重了，劝大家不要造这个罪业，用意在此地，不是真的不能往生啊。无逆时候回谤正法的人，临终那一口气还没有断，真正忏悔，后不再造啊，幸愿持名也能往生。这善导大师说，善导是唐朝时候人，在唐朝唐太宗那个时代，韩国、日本、南亚许多国家的出家人到中国来留学啊，多半呢都是亲近善导大师啊，皈依善导大师，也有皈依天台宗的智者大师。我们今天到韩国、到日本，几乎每个寺庙里头供养的有善导大师的像啊，泥塑的像、木雕的像啊、彩画的像都能看到，还有智者大师的像，他们对祖师非常尊重啊，比对佛还要尊重啊。没有祖师怎么会知道佛呢啊。所以佛的祖师的恩德非常大啊，这很难得，我们去看了很感动。
那么善导是阿弥陀佛再来的，啊，智者是释迦牟尼佛再来的，那就是说，应以比丘身而得度者，即现比丘身而为说法，啊，来在我们世间呢，中国人的佛宝大，佛菩萨都降生在每一个朝代。啊，我们最近的印光大师、大势至菩萨再来的，啊，这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啊，所以善导大师的话就是阿弥陀佛自己说的，我们决定不能怀疑。啊，造无逆毁谤正法这个重罪，还是可以往生。啊，往生到极乐世界，那个身相跟阿弥陀佛还是一样，没有缺少一点。弥陀功德真正不可思议啊！啊，第十九愿发菩提心，修筑功德了，奉献六度。这个发菩提心，欧耶大师在要解里头讲得非常好。我们真正相信，没有丝毫怀疑，真正想到极乐世界去，这个世界通通放下了，身心世界一切放下，这就是无上菩提心。啊，这个人决定生净土，啊，决定见阿弥陀佛，啊，那么持名，啊，持佛持名前身不是多少，多少没关系，啊，前身，你用的是什么心？用的是完全是真心，这个名号叫身，力量叫身。我念佛的心啊，里面还夹杂着妄想，还夹杂着念头，那你的功夫就浅，深浅，你功夫就浅。为什么？不纯。大势至菩萨告诉我，度摄六根，净念相继。啊，这个是。遍法界虚空界，依照净宗修行成佛的就是大势至菩萨，啊，他是法界的初祖，啊，普贤菩萨，你看在华严有华严会上十大愿望道归极乐，他是娑婆世界的初祖，啊，慧远大师，东晋那个时候，在庐山建一个念佛堂，东林念佛堂，啊，集合志同道合、决心求生净土的123个人，个个往生，这中国净宗初祖。啊，我早年在美国认识黄念祖老居士的时候，我住在美国。黄念老跟我开玩笑，他说：“你可以在美国做净宗初祖。”我离开美国了。啊，这个不重要，往生重要啊。那做初祖不能往生不行啊，那还是搞六道轮回啊，啊，所以往生比什么都重要啊，不要把世间名闻利养放在心上啊，所以第十九愿发菩提心非常重要啊，里面讲了修诸功德奉献六度啊，这一句话说得好啊，我们学佛的人，啊，最基本的，这是我们在美国
二三十年了，那个时候，啊，净宗学会第一个会在温哥华成立的，啊，加拿大净宗学会，第二个会美国净宗学会，啊，在圣何西成立的，啊，现在还在。啊，在洛杉矶净宗学会成立，啊，我们写了一个缘起，缘起里面提了五个科目，行门，我们日常生活不能离开的。第一个净业三福，啊，第二个六合敬，第三个。五戒十善，啊，第四个就是六波罗蜜，第五个普贤菩萨十大愿望，啊，我们净宗啊，一定要常常记在心上，从早到晚把这五课落实在生活，落实在工作，落实在处事待人接物。行门上要求的二十愿也非常重要，二十愿有一句话说，做阿惟越智菩萨，这个不得了啊，每一个往生的人都是阿惟越智菩萨。阿惟越智菩萨是什么样的呢？用中国禅宗的话来说，大彻大悟，明心见性，才叫阿惟越智，啊，不是我们在西方极乐世界一去的时候修成的，不是这个阿惟越智，是阿弥陀佛四十八愿跟他自己无量劫修行功德加持给我们，真正加上我们就变成了阿惟越智菩萨，这个不得了啊，啊，这个功德到哪里去找啊？不是阿弥陀佛，其他的佛都加不上啊。啊，是故，十方佛赞，出广场时放无量光，说尘世也，称赞无量寿佛不可思议功德。啊，古德说，诸佛所证平等，念佛立业法门。是弥陀不共的妙法，啊，佛是平等，就这桩事情不平等，啊，阿弥陀佛特殊，故诸佛让德，啊，诸佛谦虚啊，啊，都赞叹阿弥陀佛，啊，给一切念佛人增长信心，十方三世佛，阿弥陀第一。光中极尊，佛中之王，啊，如是赞叹他，啊，叫我们通通归一佛，归一佛就是归一切佛，通通念阿弥陀佛，啊，到极乐世界去做佛，这就对了，啊，所以要记住，我们念阿弥陀佛，就是把十方三世一切诸佛通通念到了。一个都不漏，念别的佛念一个漏掉很多，念阿弥陀佛通通都有了，都念到了，啊，功德确确实实不可思议，念佛没有一个不往生，往生没有一个不成佛，啊，我今天到这儿来把这些话告诉大家，劝勉大家坚定信心，坚定愿心，老实念佛，我们决定往生，啊，决定往生的人住在这个地方，这个地方没有灾难。啊，为什么一切诸佛如来护念这个地方，龙天善神保佑这个地方，
今天我的话就是到此地，谢谢大家。